香烟命名为这样。所以当各位以后走到街上，当然不容易看到，看到新乐园香烟的时候，也许你就跟我们一样，好像重新去翻阅一个大家也许不想去看，但必须去面对一段历史吧。你讲去年去西丽，有一个和尚来穿香烟、新烟，伊讲伊伫西丽大桥咧卖西瓜，啊，讲啥咧买香烟咧？伊票大家转过来讲，那票后底讲都袂使穿拖鞋入来，所以我去买双新烟。啊，伊讲，人问讲啊，一张票800块，你钱话会敢？伊讲啊，听讲国际有名咧，啊，讲800块安尼，有感觉真贵。台湾念真情，甲大家来博感情。人到中年就容易有回忆，特别是回忆的就是已然消失的青春。不过回忆中有时候也蛮有好处的，因为中年容易诚实一点，在回忆的时候通常会想到，最容易想到的是到底谁影响了你。我想影响你大概中年的时候想的跟小时候写作文不一样，一定是蛮诚实的。我常常讲的觉得说，其实如果人生里面有两个影响我最深的，应该是一个是黄春明先生。他那时候写小说，我看到他小说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哈，邻居的厝边，他为奥利桑、奥巴桑也在写，也因的故事也是也买晒下修算，所以自己拿起笔来去写小说。另外一位，当然他当初也是作家，我开始才看他的小说的时候，蛮感动的，到现在还记得，那个一个人走过西门町，听到蝉的叫声，那样的一个感觉。没想到才看他的小说，他跑去跳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年代里面，听到男孩子去跳舞，就想到电视里面那个四骑士伴舞，可没想到。他不但小说写得很好，后来这个跳舞还跳出来营门舞集，所以今天到我们现场是另外一个影响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人，因为他告诉我说，其实事实上可以依照自己选择，勇敢的去做自己的事。你也高很顶，我恭维的提一头。林怀民老师，啊，你讲我老师，我真唔敢当。哈，伊即摆咪所有人拢叫伊老师，唔知咩啊称呼咯，就叫林怀民老师，林老师。干那一个名吼。对啊，就是老师林怀民老师连在一起的这样子。今天个节目来，就真欢喜，咱跟你开讲。在迄个年代，民国60几年迄个年代，一个家庭内底，尤其是遐尼好的家庭出身，啊，佮教育佮受教遐尼好，忽然间决定要去跳舞，这个物件上大影响是啥？尤其是一个真典型的台湾家庭内底，处理这款物件，处理这款人，唔是歹势讲物件，我是啊，处理这款人是一个奇迹耶。有什么可能当初影响你去跳舞的？其实爱跳舞足少人，足少人爱跳。五六岁啊遐。啊，迄个时代啥物件会当互你影响？看电影。电影内底跳舞。看电影。嘛到尾嘛，其实嘛唔敢讲，你做囡仔时，还是讲读大学时，你嘛唔敢妄想讲你后摆有影有一天会当用跳舞来做一个专业。因为咱无这个环境，就是唔敢硬忙，是因为这个环境无因做。对，所以上重要是你当初哪敢冲出去。啊，有够笑啊，迄阵。我想大概是小可笑。妈讲啊，实在就讲啊，1973年，分文部就那么成立。迄以前我伫美国咧读册，迄阵啊，当就是咱台湾的钓鱼台的代志啦，吼，退出联合国的代志啊，所以这个代志，你感觉？心肝真足，啊！迄阵啊，确实有影讲，1972年转到台湾的时候，想讲要做啥物？你甲家己囥着即个，毋是讲你家己要做啥？你讲你要做遐只代志，有影对社会可能有一点点仔影响，啥物会？你知我迄阵写小说啊，我咧教册啊，我感觉教册人真侪，写小说写比较好，人搁较侪。啊嘛，咱无一个舞团咧。啊，其实啥物？你也未想讲要做生意？啊，做生意嘛真侪，我歹势继续讲。啊。其实什么是舞团，我嘛唔知道。我感觉咱应该有人，别人有，咱嘛来有。就少年戆胆嘛。就去做看嘛。一路做，大家真爱好，大家各方面大家真爱好玩啊。有当下无钱啊，你嘛安慰，无安慰嘛有鼓励吼。特别是看舞者，大家拢遐尼啊打拼。所以就一路就做落来啊。我讲代志，我以前来问你讲，有一遍我会记聊天顶伫国父纪念馆内底第一遍演的时候，我拄伫现场看嘛吼。第一遍看国父纪念馆内出现
可能对嘛对对啦，一个奥利桑、奥巴桑，遐人是甲国父纪念馆迄个红旗旗舞啊吼，足，迄个年代内底变足堂皇个，一个场所足连袂起来一阵人伫内底坐。啊你啊，我会记得你台顶吼用麦克风讲讲，你若要鼓掌就随意，因为遐人若去个国父纪念馆会惊嘛，但只鼓掌要鼓对啊，唔对有啊吼。啊所以大家就真个使鼓啊吼。啊而且聊天你过过去过烧香嘛，啊我会记一个我上了看了是欢喜个讲说啊，我唔知国民国父纪念馆内底过会使烧香。所以对我来讲的时候，那个影响吼，那个影响真大，就是讲我当初感动，不是聊天顶这个本身的这个剧的感觉，是遐个观众的反应，给我的感觉是讲，其实较所谓较高深的文化吼，知识分子的迄个所爱的款文化，其实是会使用一种方法甲百姓连做伙。啊，你这几年在做的一寡物件，是毋是有这个，人讲一个讲故意的倾向，就是讲。本来是要安怎做，是安怎，还是较分开。因为第一件，我感觉咱的必须拢有这水准，咱的观众有这水准。你袂当台湾这逐项拢袂晓，你有机会吼，伊就来啊，吼，啊，就欢喜看。所以我嘛唔知讲，我这出出来，虾米人欢喜？虾米叫知识分子？知识分子根本是对者是吴念真，还是陈映真？迄拢真啊，都无共真呢。哦，拢隔壁阿金啊，拢会使，拢无共款啊，所以我袂当讲我要做，啥物人看，我若想我要有一个题材出来时，我就尽量甲做好，我敢人安尼想尔。就创作者其实拢徛在这立场在想尔。拢安尼想尔，啊嘛你有家嘛做一个经营的是，你有一个努力，像我在讲户外演出，像讲我们今嘛虽然国外定拢咧演吼，啊你嘛，搁较艰苦是，你嘛爱创作一寡机会去增加演。啊，像我在我来讲，渐渐以来，我上感动。我那一个就计程车，迄温泉就甲我讲，哦，因查某囝我爱看，爱逐间来访问，安尼是恁规家拢个生理无做，啊，规家拢在看。啊，有一间在德国的舞厅家吼，啊，写批评的来台湾，啊，我才去演一款假物件。啊，老板足欢喜，讲林姐，啊，你遐紧就煞去啊？我就煞，伊讲啊，我妈妈都还袂转来啊。我讲你妈去地讲，我妈去。我在剧院看恁演出啦，啊，都还袂转来，你车紧就到啊。那个德国舞评家，我完全袂当相信，因为伫外国的社会，确实有影讲表演艺术是虾米人看的吼。啊，普通一般的人是无咧看。啊，嘛，我感觉台湾咱就较有一个咱的教育底下，拢真平均，啊，咱的经济收入嘛拢真正平均。所以你相信的物件是讲，就一挂人是你应该唔捌好的物件，唔是袂当接受。是啊，当然嘛是安尼，无讲台湾人会当住五星级饭店。会当去罗马假期，迄嘛是想袂到的。比如讲，去年去西雷，有一个和尚来穿一双鞋，新鞋。伊讲伊伫西雷大桥咧卖西瓜。啊，讲想要买一双伊的，伊去跳，大家转过来讲，啊跳后壁讲都袂使穿拖鞋入来，所以我去买一双新鞋。啊，伊讲。人问讲啊，一张票800块，啊你钱话会敢咪讲？啊，听讲国际有名咧，啊讲800块安尼会感觉真贵无？伊讲我是较慢买票，我咧较早买就较少，啊即马就较慢买就买800块，啊嘛真有价值咧，真有真艺术，伊讲真艺术，哎足欢喜个咧，啊我大家在胡乐欢喜个时，我感觉是比伫美国演出和纽约时报来讲，咱演得好，较真实，迄个感觉较欢喜。是，所以就讲像一寡电影导演，我今摆伫国外得奖，人拢讲说，啊，你拍电影去，国外人看，有无？伊气到要死，就讲，我拍电影，国外人看，那免拍，吼。但无一定所有观众拢了解这款的心情。其实每个人所做创作者所创的物件嘛，是要为本身的。是啊，是啊。你所了解的人，是要从何人看？我就讲，那父母拢伫外国咧，说来说去，啊，台湾袂当，啊，台湾大家拢讲无心识，安尼，哦，我想我着关门啊。啊你互我印象定，你变一寡迄落。怪怪代志，你扑一下，咱报纸又搁出现你什么代志，安尼有无？啊，你最近是从什么代志？变300万块，当我头先在做工嘛。啊，阮马虎门最近3月内底开始就做阮今年春季的演出。今年演出新的剧。演《红楼梦》。红楼梦》和《九歌》。啊，这两出戏算是虎门上大的两出。啊，今年春天就做伙夹起来吼。台北是伫3月19号伫国家戏剧院开始演，啊，然后去南部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安尼刷出来演。啊，除了舞蹈以外，我当作知影你去年啊，近两年嘛，反正一本书嘛吼。啊，我来问个上严重个问题吼。当初我捌你是看小说，啊，请问你当时要开始搁写小说？鸿门关遐我就开始写。啊，这是我应该祈祷鸿门紧关，还是讲祈祷鸿门安尼？永垂不朽啊！
那是你的问题，因为我拢唔捌想过，家大家他妈咧咧加头寸吼，后门来周转会当较利落吼，讲木边来过来编吼，灯光边啊爬得不飒飒咧。哦，啊，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要问你啊，就是讲做一个创作者有啊吼，加行政的代志加入来辛苦内底有啊，对你来讲是一种负担，还是一种必然的牺牲？我都无啥物代志，所以嘛无啥物好牺牲啦吼。啊，都安尼，唔是过去，啊都安尼练习起来，啊都敢那手下编一个拿吼，啊叫做编舞，就是编拿啊，安尼编起来嘛吼，啊这就是技术性的问题嘛。啊，想法是嘛，一旦唔免去找总结代志，就是讲行政的部分会影响你编拿的过程啊。你讲编个一百电话来讲，啊我只欠五块，会当摕五块来赞助。唔是安尼俩，啊嘛讲起来真心切的代志，讲今日父母一个开始的是，哪能有钱吼？啊可能我嘛做袂久。因为你父母大概拢爱薪水啊，反正先借钱啊，啊钱欠伫遐吼，所以你用来按，所以一定要按，啊按了钱行咧，钱赚来吼，啊再搁行掉，啊再搁行借吼，啊就安尼一直周转落，啊周转，唔难呐，今年二四年啊呢。我正相信一句，我正相信我刚拄到一个相名，吼，一个真有名，伊相名名相过哩，伊在咧看一寡代志，我甲问讲，拜托个吼，阮那只歹命吼，阮四十几岁，然后做头家哦。啊！那叫人叫，我那什么代志拢我家己创，啊！在厝内讲累来累去，什么代志拢家己变心情啊！好啊，创作啊，啊，遐钱啊，家己去找安尼。伊讲一句话，吼，伊讲台湾吼，今仔会行到这吼，因为吼，真侪人拢是啥，运好命歹，运好命歹，嘿，运未歹，这条路未歹啦。啊，有人行想讲，啊，你创分门嘛，啊，分门二几年竟然无倒足奇迹个，啊，这运未歹啊，啊，命苦啊，命咧，逐工在嘛咧变啊，伊话过来去四界打电话借钱走赚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你讲一下，运好命歹。伊讲啊，一个国家吼，一个国家因为有真侪人是运好命歹啊，这国家才有希望。啊，一个国家拢运好命好，就是规国家拢回收。安尼，我即句话我还阁想看卖。我感觉台湾上好是大家拢遐打拼吼，啊运好啊命嘛，会当较好一些啊。我嘛是安尼想啊，我嘛是安尼想，但是伊讲无啥可能啊。啊，那就命，哎，啊，就命。啊，这个做牛个病嘞，对。哎，因为同款嘛，你讲叫讲林老师，你今仔甲我一下应应付啊，吼。我袂反对呢，你袂反对？我袂反对。我嘛袂反对。啊，不过坐超过三工，你就感觉人生无意吧？别，我做些代志好算个。安尼啊，啊，不过实话甲你讲一句，我倒是希望说，因为我即马个人啊，即个写小说本身是一种享受，而且规个开始对创作有兴趣的物件是文字的部分。我即马拢未习惯用电脑去拍物件，因为迄个写落迄个感觉真好嘛吼，所以拢会较舒心。比如讲，我讲哎呀，陈映真阿伯讲恁写条小说，啊黄俊明阿伯讲写小说，啊林怀民阿伯讲写小说，妈啊，吴念真阿伯讲写小说，我未你年纪遐大。我即真心笑，但因为台湾变化足紧，变化足紧的，所以。这时代在变，啊，大家拢有真侪机会，吼，啊，去做别样代志，啊，去别样代志了，迄个环境就无同款去啊，啊，免了去写吼，就坐落来，坐袂落来一件代志，啊，要去写啥物，啊，有人要甲发表，迄拢变做真大个问题。我感觉台湾总是真侪所在啊，真无稳定。啊，我感觉今仔我做分门，我希望会当把这个物件变做一个代志甲做的，所以可能稳稳做落了，讲你拄仔咧讲个，一开始咧讲起讲。啊，一十波人去跳舞，这件代志变作一个正常。啊，一个人，一个查某囡仔讲，我用跳舞跳我四十五岁，变作一个专业。我讲，每项代志拢变作专业，拢唔是讲我遐做一项的。所以你问我讲，当时要写物件，我老实甲你讲，我可能袂晓写，因为我即摆舞蹈就是我的专业，啊，我袂晓写字啊，我遐看红啊，遐看人伫遐叮当，迄嘛用足久的时间来学习袂晓安尼。啊，其实我嘛同款，因为我今日毕业要写小说的时候，啊，这物件敢会再拍电影？啊，但是有一个就是讲，我请问你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这款年纪来跳舞敢会使？欢迎，哈，欢迎。啊，我会使跳什么角色？哦，看你要跳什么角色，你注文嘛，啊，我来安来用哎边啊安尼甲考起来，看边啊来考。因为我感觉咱这创作者吼，你来看卖好不好？我十三月十九开始看的国家剧院演《红楼梦》，你来看卖嘞，迄个宝玉迄个角色你有适合啊不？那适合还是后辈就请你演。好，宝玉叫我演。嘿，你看有介意无嘛？哦，安尼吼。好啊，我来找一个伴来演林黛玉好了。找王龙文，好，一个规定。咱上对不起的是伊，真的。真的啊，现在人出版社还免开啊，你哪会写物件？台湾念真情，甲大家来博感情。